这人是谁？孔林之前说过，老盟主在密室闭关修炼过程中走火入魔身亡，这应该是老盟主的遗骸。哦，老大。 的确是老盟主无疑。那这不是小谢的外公吗？叫一声外公未尝不可。外公，晚辈们给您磕头了。断情扶桑解药，断情扶桑，大嫂的病岂不是有救了？对呀，但是这个断情扶桑怎么会在老盟主身上呢？是老盟主的遗书。孔林乃本盟主座下第一大弟子。 却记恨乌江爱女穆青嫁与南荒皇子端木擎苍，暗中下毒弑师。原来穆前辈就是圣女。孔林还欲夺取南荒先皇遗诏，搅弄天下风云。吾死前命圣婴将开启密室的圣剑带走，交于吾有玄机子保管，并在遗诏盒中设下机关。吾后人拿到遗诏后。 定要铲除叛徒，为圣盟清理门户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圣盟秘药断情扶桑。 本与圣心诀相辅相成，断情绝爱方可心法大成。然此法违背人伦天性，我历经多年，终于研制出配合圣心诀解开此毒的方法。运转心诀，直到解药扩散至身体各处。把药给我。哦，我带蓉儿去丹药房解毒，你们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出口。好好。来，蓉儿。 是有效果，但是要彻底解毒，还是需要时间。没关系，蓉儿，你安心运功，我就在这儿守着你。封闭了密室，也阻挡不住我。我蛰伏了20年，我还是得到了它。是时候该送那帮人上路了。这怎么冒烟了呢？小心，也有毒！啊！ 安心运功疗伤，一切有我。大友，张璇，杀了你们，花荣一样得死。等一下，少女是怎么死的？师妹要是依了我，她是不用死的。无耻！是她先对不起我。不过，乖徒儿，你不必为此伤心。你拔不出圣剑，已经证明你根本不是她的种。 那为什么是花荣？好吧，我就让你们做个明白鬼。师妹自尽以后，我本来想杀了她的孽种，斩草除根，秦隐却先我一步得到了穆青的指示，带着那个孽种逃走了。不过他还没有逃出圣岛，就被我追上了。为了活命，他留下了孩子。 现在想来，哼，当初我是真的小瞧了这个秦音。为了穆青的孽种，他竟然拿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来换。所以，你是秦隐的儿子，那你们不就是义兄弟了？乖徒儿，当初。 你差点死在我的手上了，是端木擎苍带着他的手下赶到圣岛救了你一命，我也只能骗他。穆青是因为得知那个老家伙走火入魔而亡，伤心过度难产死的。我也真是没想到啊，他真正的孩子竟然是个女儿。 好，你们上路的时候到了。没错，不过该上路的不是我们，是你。 怎么？你怎么没有中毒？这毒只对盟主的血脉无效。难道你是？我知道了。 老大之前给大嫂用过换血术，所以大嫂才能拔出圣剑。嗯，这么一说，老大才是真正的圣子。哈，还到王的功夫，我早就领教过了。就算你再厉害，你能护得住这里所有的人吗？今天只要我秦尚城在这儿，你就绝对动不了我的朋友跟我的兄弟。秦尚城，再等我一会儿，一定要坚持住。 老大，娘，外公，我带蓉儿来看你们了。 娘，外公，多谢你们对蓉儿的救命之恩。要是没有你们，我可能也不能站在这里。这几日蓉儿在忙着操办圣盟之事，所以看你们来晚了，希望你们原谅。蓉儿是我秦尚城此生唯一认定之人，望娘和外公在天有灵，保佑蓉儿此生无病无忧。 保佑我们夫妇白头偕老，永不分离。我在整理我娘遗物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当年我娘过得有多不容易。当年我娘怀了我之后，端木请苍却一直在外征战，将我娘一人留在圣岛。他当年但凡能多关心一下我娘，也许后面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。他根本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，更没资格做我的父亲。秦尚城，你知道吗？我娘昨夜托梦给我。 他让我们好好过自己的生活，还说什么时候给他抱个孙子。我们造小海盗的计划是不是要重启了？蓉儿觉得如何？嗯，都听你的。好。你赶紧招呀！ 我招啥呀？这可是老大给你立功的机会，赶紧把你所有的关于怀孕的方式告诉老大呀！我跟小辉稀里糊涂就有了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。老大，哎呦，你个憨憨！老大，我跟你说吧，你懂什么呀？嗨，老大，这俗话说呀，一事通万事通。我钱大友再怎么说也是一情感高手，这爱情跟怀孕啊其实是一码事儿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做到绝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嗯 说一句，老大和大嫂之前聚少离多，又经历了那么多生死波折，这次一定要选择一个良辰吉日，再选择一个运势极佳的浪漫之地，激发大嫂的母性，便可水到渠成。有些道理，是不是？有这么复杂吗？哇塞！天哪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吗？能让我们信任的左使亲自下厨啊？当然有好事了，小梦。盟主，让我为您汇报一下我们圣盟的最新工作进展。自从您提出打造公平公正、天下大同的新圣盟之后，我们圣盟重新整顿，并且按照此理念重新制定了圣盟的盟规。 还有就是我们圣盟的巾帼军孵化计划，这个还是让我们老大跟你说吧。哦，姐姐，小谢妹妹，我们圣岛的女圣徒加上我的女海盗军团组建成的巾帼军，已经正式投入训练。再加上正往圣岛赶来的花荣岛娘子军，我们的巾帼军已经初见雏形。此等好事怎能不庆祝？庆祝庆祝，当然太值得庆祝一番了。不过有左使姐姐助阵，我真是安心多了。行了，你我姐妹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来，快尝尝我的拿手好菜。啊 怎么了？有这么难吃吗？不难吃啊！小萌，快去叫大夫。好。快！来！快！盟主左使，我把圣盟上下最好的大夫给请来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哎呀，二位大人莫要惊慌。 在下正是这圣盟四大护法之一呀、啊！哎，有圣导令为证。哎呀，20多年前，华某在江湖上有个响当当的称号，“圣手医仙华无缺”就是在下。哎呀，想当初，华某也是玉树临风，怎奈有时候有眼无珠，被那魔教的魔女给勾引。行。 没有空听你说这些烂俗的情史，还不赶紧给盟主把脉！好。哎呀，哎呀，恭喜盟主，此乃喜脉呀，而且一月有余了。 小心被牛洗了！恭喜盟主，恭喜盟主！还坐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给盟主抓药！哦！等等，日后好好辅佐盟主，光复圣盟，别再出来招摇撞骗了。啊，左使所言极是，所言极是啊！跟我来。好，请。姐姐，秦尚城天天跟我吵着嚷着要小海盗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。 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秦尚城。哎，等等，还不是时候。为什么？在我们海盗界有个规定，凡是女海盗怀孕不满3个月的，一定不可以告诉亲爹，否则孩子会夭折。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孩子的干娘啊，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。这件事情一定不可以告诉秦尚城。好吧，那都听姐姐的。 这个秦尚城把我叫过来，自己人又不见了，切！道道。 道道，道道呢？我还以为是真的道道来了呢，你又骗我！真的道道自然是没来，不过我给夫人准备了一份惊喜。真的？什么呀？哇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我知道蓉儿会想道道了，所以命人特地打造了道道一家3口。哦，这个呢，就是道妈妈；这个呢，就是道爸爸。怎么可能？这只这么肥硕，一看这只才是公的，他才是爸爸，他才是妈妈呀，对吧？嗯。这只比较肥硕，那是因为它是怀了孕的道妈妈。当然，还有这个最重要的道宝宝、道爸爸。 道妈妈，秦尚城，你说道道要是真的不回来看我们了怎么办呢？这个，待他羽翼丰满之日，他自会归来嘛。但是，蓉儿，你就不想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道道吗？那这跟你叫我来这有什么关系啊？ 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来。蓉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我娘的信中得知，这里就是我出生的地方。或许婴儿时的我，在这里抓过周，在这里摔过跟头，在这里被娘亲哄睡过，就像我们当初在鲛人湾一样。 这里是我的福地，所以我想跟娘子在这里生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。秦上朝，其实老大、大嫂、老大、大嫂，刚刚接到花将军的消息，南皇政变，端木擎苍他登基了，和我们预想的一样。那现如今。 只能期望于端木白了。